Hi, everybody. Today we will interview James Brown. Stop talking all that jazz.干嘛？现在什么欲望？你来干嘛？没有，只是看一下。只是看一下。想好奇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好吗？好。好，继续。是我的话肯定给。别走啊！不要说不给啊！ 你想去那边啊？没有，我都说我要塞满火药了，你忘记了？就先不说招，就是太会玩音乐了，然后就是那个点，我会很喜欢这种气氛。当然要给了。 去那边还是去我这边啊？我把你打那边。哦，这样，看我们赢定了，有我太强了，东北风了。我觉得像小鸡这种 B boy就很少，太会想了。我觉得也可能他是 freestyle 的，你像那些现场的场所啊，可能在编排这段舞之前，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。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招，但是我觉得够了。小鸡。 小鸡，叫你呢。啊 ！Don't say so much， 一会儿见。等一下，中间靠我来，非常厉害。